Hello， 各位，这里是夏凡音乐。要说一首好听的歌，除了会有许多好听的翻唱，乐器演奏同样别有一番韵味。这不，最近我就听到许多这样的神仙 BGM， 其中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全网都在说的铁打的晴天了。要知道，周董的晴天是多少人校园的记忆，前奏更是绝的一批。可谁想到，一位名叫刘瑞琪的小姐姐竟然用吉他和打铁声合奏了此歌。该视频不仅一天就获赞300多万，话题累计播放也已破亿。别说网友们听完纷纷调侃中毒太深，甚至大神们还掀起了乐器的接龙。而要说韩国女团 TIARA 2012年的这首 Sexy Love 也吸引了不少乐器爱好者。除了这位路子贼野的石子大佬，小提琴达人巡博也再度上线拉了一曲。没啥别的毛病，就是太短了，不够听啊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这首动感夜店曲风的歌旋律太过洗脑，以至于许多网友还用它来跳酷盖摆胯舞。所谓好的视频都得动静结合，听完前面欢快的曲调，最后这段火爆全网的 BGM 其实是金鸡奖闭幕式上王源与欧阳娜娜合奏的岁月间奏。可以说钢琴和大提琴交织的音色空灵而神秘，直击听众们的心。那么最后让我们再来一起静静的听一遍这首歌吧。这里是夏凡音乐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